叫塔吉丁司马懿，我是塔什干干县土生土长的塔吉克人。我在京区工作，我主要负责锤金点。他是我弟弟，他叫胖花丁，他是搞美发的。你说我们家发型吗？你是？我们俩身高差距有天壤之别，他是最高的。这个银碟呢，已经30多年了，是爷爷传给我吧，我爸传给了我。银碟是我们塔吉各族最典型的乐器，是用银的翅骨做成的。国家对我们塔吉各族的文化传承很重视，把银碟和银舞以及其他民俗文化都列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。这是我爸。是一名教师，我爸最擅长吹银笛和弹人蛙谱。这个呢是枕头，用塔吉克语叫做巴拉克，这些都是我妈亲手缝的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家昨天刚出生的小牛，可不可爱？我还有一个妹妹，从小能歌善舞，学习也很好。这就是我的家，在帕米尔高原上，雪山脚下，多才多艺的一家人。没有什么比家更温暖，没有什么比家人更珍贵。